姐，你这么吃，姐夫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没事。你和我说实话，你下面这只黄金线到底多重？这只呢，就比上次那只大一点，21斤多。21斤多还大一点啊？啊，我拎起来给你看一下啊，今晚上把它炖了，咱姐弟俩人一起吃。哇！你把它放进去。啊慢点。啊！我，咱家也没这么大锅啊。我去买个锅啊，稍等。7斤多的大帝王蟹，今天给老妈整上，天天吃龙虾都吃腻了，先来条腿儿。哇！飞，来，老妈，趁热，我来只龙虾吧。好的东西你们总说我自己一个人吃，哇，这大肉哈、啊！来，妈，这两只大龙虾一共花了我3000个大米啊！哦，你们看着过瘾，我吃的真心疼啊。不要说它是面包了，也不要说它是模具了。老公说他心情不好，一整天都说他头痛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的妈呀！新西兰的海鳌虾吃起来就得快，就得溜。哇、哦，还有虾线，1、2、3，看我怎么吃它！哇，这晶莹剔透的肉，每当我吃海鲜的时候，总有小伙伴说我光嚼不咽。哇，晶莹剔透的大肉，鲜，不行。